我的好朋友蓝小七最近结婚了，恭喜他。于是呢，他前两天就来问我了，哎，有没有什么双人的本地的游戏推荐呢？据我所知，他们两个人应该已经早就通关了《胡闹厨房》一和二了。这个游戏实在是太有名了，特色就是玩了以后容易分手，所以在双人合作游戏里也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角色。但可惜的是，蓝小七通关完以后竟然去领证了。为了防止个别情侣没有听说过这款游戏，所以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。游戏里面呢，你和你的朋友是两个厨师，你们要在各种有奇怪地形的厨房里合作做菜，但分工是你们自己来安排的，游戏是不会管你们的。感情深一路奔，感情浅互相念。一个伟人曾经说过，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救不了，我还算什么厨师啊？着火了！ルイージマンション3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最终推荐给这对新婚夫妇的一款解谜游戏。首先，我认识的女生没有不喜欢这个游戏的，它的可爱和有趣可以征服所有女生。其次，是因为我发现它竟然非常适合双人游玩，我们可以分别扮演路易吉和 3D 打印路易吉，一起打扫凶宅，顺便抓鬼，手残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是一个关刀工，我天天修水管，你要用水，他要用水，全都要靠我。之所以说《路易吉洋馆三》的双人模式做得好，是因为两个路易吉在吸鬼怪、闪光灯这些基础能力上都是一致的，同时又额外给路易吉弄了个可以越狱但是怕水的设定，这让同时游戏的两位玩家不会有只在旁边当个小跟班的失落感，也能经常在团队里承担起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游戏任务，很有成就感。当然啦，这个游戏本来就是单人游戏嘛，就算只有我一个人玩，乐趣也是没有丝毫减少，没有丝毫减少。Game of the Year goes to 2017年的年度最佳的陪跑游戏 Super Mario Odyssey 超级马里奥奥德赛，是可以双人的哦，一人控制马里奥，一人控制帽子，去吧皮卡丘。奥德赛的双人模式可能没有那么出彩，但是因为本身游戏必买，所以偶尔用来和朋友一起来增进一下感情还是很 OK 的，非常适合你不怎么玩游戏的小伙伴在旁边给你当个小跟班什么的。总之买就对啦，反正本来也是要买的嘛。啊！我变成皮卡丘。九张羊皮纸，听说过这个游戏的人应该不是很多，我个人认为这个游戏非常适合那些像兄弟一般相处的情侣。它是一个动作 RPG， 每位玩家都是法师，没错，全员法师，可以在一个漂亮的魔法世界里冒险。游戏的法术系统其实还是挺丰富的，有好几十种可以慢慢解锁。周末沙发上躺二到四个法师一起打怪，互相伤害。这绝对是四秒队友好吗？不怪我。危险时空的恋人，女生们看过来，有女生朋友的也可以看一下哦。这游戏还是非常的温馨浪漫的。游戏有趣的地方是，你们不是直接控制这个死星一样的圆形飞船，而是控制小人在飞船的各个房间里操纵飞船的各个部件，需要时时刻刻跑来跑去，很有高达里面剑桥上的操作员的感觉。浩瀚宇宙中只有你们两个人在为拯救宇宙做一些微小的贡献，这个成就感很是浪漫。我愿守护未知，是真好玩。时间不多了，剩下几个我就连着一起讲了，像马里奥派对、超级马里奥兄弟 U、 马里奥赛车8等等，这些包含马里奥的游戏都是能够多人一起玩的哦。还有暗黑3也是可以一起刷刷刷的，尤其是暗黑3，最好还是要拉你的另一半一起入坑，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沉迷的话，有一点点小风险了。推荐的这些本地双人游戏你都记在小本本上了吗？加进收藏以备不时之需，如果三连加转发的话，小宁自助你早日脱单哦。